咁我好多謝三哥呢一年嘅教導啦，佢我三份卷都有唔同嘅幫助啦。就例如 paper one 咁啦，因為佢本身我哋閱讀理解嘅文章都比較哲學性嘅啦，跟住我成日就係揾唔出文章帶出嘅哲理啦。但係三哥咧就會用唔同嘅 skills 啦，例如框框題咁樣啦，就令到我哋更容易咁揾到答案啦，就 KO 咗大部分嘅題型啦。而 for paper two 同 paper three 嚟講咧，三哥就好好啦，獻出佢嘅肝臟。製作出不同的雞精書，跟住全部都是很精簡的內容，有很多靚字靚句咁俾我哋背，而我哋就好像執藥咁樣執執下就抽到篇很好的文啦，同埋 paper three 嘅卷出嚟。而佢每堂咧亦都會俾很多不同的功課我哋做啦，係針對翻唔同的卷啦，跟住下一堂就會即刻講翻解翻講解翻啦，然之後我哋就成日 keep 住咁樣重温翻佢教導的 skills 啊內容咁樣啦，所以都好大得著，所以都多謝三哥。